好，我来看一看哦，这个新的这个一年啊，在流行时尚界啊，当然是领先一步了。究竟今年春夏彩妆流行的重点在哪里？一块来看看。香槟啊，粉嫩粉嫩还是粉嫩。2009年春季彩妆就是要凸显女性的柔性美，不管是透过眼妆、唇妆，还是展现您纤纤玉手的指甲油，就是要让您一系列都充满了法式风情的优美。2009年的春季啊，会非常流行这种奶油棕色调，非常柔软、非常舒服奶油棕色调，还有香槟的这种光泽感的颜色，我想在今年春季里面是一大一定要拥有的。挥别深色且强烈的冬天色调，春回大地，彩妆也要跟着有光泽，够粉嫩。如果不想要全副上场，其实只擦唇蜜或者是口红也可以。专家建议以自然的粉色系最能够展现春夏的魅力。整体的颜色在今年春季来讲呢，就是要凸显出发式优雅。那就要什么颜色可以表现优雅呢？就是这种温暖的奶油色调，还有香槟色，香槟的光泽。好，这些妆效不用太夸张，不用太浓艳，最主要是强调出优雅的感觉，发式优雅的效果。2009年，如何让你的彩妆走在流行的尖端？其实只要掌握粉嫩，还有大地色系，重回大自然，最能够展现您的优雅风情。中央新闻张耀颖、欧新峰台报道。